而现在柯文哲是被声压的，那在北检外还有小草们不离不弃。现场连线记者杨佩瑜。好，我们现在持续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台北地检署外头。那么现在的气温依旧是非常的热。那么在刚才下午3:30多的时候，这个馆长陈之翰也到现场了。他早上呢是只有送这个饮料还有食物过来。那么下午3:30左右呢，他是本人亲自到现场。不过啊，一到场的时候就大酸啊，说这个果然跟他前一天料中的一样，早上警方就来举牌了。一起带你来听。进步了，当年我们的执政党，无论是蔡英文、赖清德等，大家都在说集会。为什么今天大家会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大家说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人民已经有意见。照理说，聚集人为什么要被集会游行法？因为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代表肯定政府有哪里。人民认为他做错了嘛，大家才会陆陆续续的聚集起来，大家说对不对？那今天大家聚在这里，当年的民进党现在说我们这个叫违反集会游行法，叫这些辛苦的警察，我有看到他们居然举牌了。馆长一现身的这个现场，小草民众党支持们的情绪是更加的激昂了。尤其啊，刚馆长在发表这个谈话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说啊，现在检调关于说柯文哲太太陈佩琪只要去 ATM 存钱，难道也会变成证据之一吗？马上就直接来鼓动现场小草们的情绪，说现在如果是难道去 ATM 存钱都会被抓吗？然后现场现在的小草们呢是持续的，刚才是持续簇拥在馆长的周围。不过啊，这个分贝一提高，其实下午的在大约是2:00的时候，这个台北市环保局也派人来这个测这个噪音哦，就是希望说现在是今天是假日，那么呢这个分贝数也不能再过高了。那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整个下午的时候，这个天气还是非常的热，因此今天下午馆长呢也送上了再度送上这个饮料还有食物等等的。那么现在就在稍早的时候，其实啊这个民众党的立委黄珊珊也在脸书发出了这个连署的这个讯息。他说请小草们赶快来连署串联，来挺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并且要一起来捍卫柯文哲清白。像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给内调回来。馆长，我们从昨天晚上看到你有送这个瑜伽垫来，然后今天早上送早餐来，那因为这个抗争这个声援的行动可能还会持续的继续下去，那有预计是支援这些物资会到什么样？就尽量帮忙，我会尽量帮忙，但是我其实他们也都大家都有自发性的去买东西啦，那我只是尽一份心力，这没有什么这样子。那你说会不会持续帮忙？我相信如果他今天压了，我们就看，因为他们党团可能就希望大家对，因为压了嘛，压了大家在这边哦，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民进党一定有话说。你看今天就有人说这是非法集会，对，那他们抓到把柄一定是讲嘛，啊，这是非法集会啊，法院外面不能申请游行之类的，叭叭叭。那你民进党以前呢？你民进党以前，你喜欢哪里都可以集会，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打警察、冲撞警察。你说这叫民主？哦，我们这个叫非法。对，所以我尽量支持啦，我尽量支持啦。我相信全台湾的很多民众，他们也会支持。我只是当他们的一个代表头，哦，大家都会支持这样子。对。您的谈话当中是不是有透露到说你们对于今天的这个羁押比较悲观一点？那接下来如果真的被押，你们这边是会结束这个集会是不是？这个主要的都是自发者大家来，因为我也没有动员，所以这我也不了解。那现在这个问题你可能要问民众党党团，他们打算继续怎么做？如果要长期抗战还是怎么样？大家打算怎么做？这样子，对。那馆长，您刚才提到说请侦查全公开，是不是跟黄国昌讲的侦查不公开好像有点冲突？我的侦查全公开就是，譬如讲说郑文灿，他压他嘛，他一压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发一个新闻说为什么压他？可是我昨天有提出为什么要声压柯文哲，他要写一个，他写图利罪，大家可以去查图利，很多人就误会，反正人民大多数不懂法律，图利罪其实是没有钱，我是不虚的，但是我认为你在图利他嘛，哦，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牵强？
就是你哦，那任何人都是土地皮囊，说任何的都跟，啊，每个县市首长只要敢盖印章，啊，变更农地变建地，这不是民进党最厉害的吗？对不对？那是不是每个都要抓去关？那个一下子弄起来几千亿的利益耶，比一个金华城大多了啦，谁抓一关？那盖章的都抓一关嘛，我们四处都在，大家都在炒房啊，大家都在给建商方便啊，大家都要赶快生一些地，对不对？继续他妈让台湾人做房奴啊，是这样子。如果敢盖章，今天就是犯罪。那每个县市首长只要盖了变更的啦，哦，建筑的啦，那是不是都要出事？是不是这样子？不好意思，你刚有提到陈其迈的部分，这句就好了。刚你们有提到陈其迈的部分，因为大家就是算我们可以解读说，您算是有为陈其迈这边算是比较像。不是，因为其迈兄我也认识他，他也没有，你懂吗？所以人家现在把火导上他那边嘛，对，就是说他是有一千有两千的容积，啊，他们，而且他们连都委会都没开。什么叫都委会都没开？就是我没有请专家学者大家评估说这到底可不可行，他们市政府就直接一张印，他一个印章盖了就直接变更嘛。那这个东西当然大家会怀疑，但是我说我嘛，以我的角度我也相信他没有贪污啊。我是拿来做比，我不觉得他这个人会，你懂我的意思吗？就算他变得这么大的容积率比柯文哲更大，但是我也不会说他贪污啊。可是860你就说他确定他图利他，那是不是以后变超过860全台湾收一收，是不是都要图利，都要抓去关，都要押回来三天，这样你懂我意思吗？他也解释过了，哦，他也讲了，那这个案子多少人承办？那整个北市府一堆人要进来了，这不是一堆人吗？到现在我也没有请他都委会的，那不是十几个吗？啊，不都升压，不是你赶快办啊！莫名其妙嘛，你就针对他嘛，其实就很简单嘛，这就是个剧本嘛，在我看来啦。好，谢谢馆长，谢谢。OK 了吗？他说，请馆长你相信。我相信柯文哲，啊，一直哭，到那个哭声已经哭到老人家讲话都讲不清楚了，那我就很难过，因为谁没有妈妈？觉得柯妈妈哦，或者什么的，如果有个怎么样哦，或者说怎么样哦，我真的觉得哦，我都说柯妈妈，你一定要优先保重好身体。我说我们都在，我给他徛在家，你有没有看到我站在这边？我电话就一直安抚他说，我现在人就站在这，我说你别惊。你卖欢乐，我说我人就站在这里，你不要哭。他一直说，他从陈佩琪跟他结婚到现在，他没有跟柯文哲要过钱，因为他觉得他们夫妻两个要用钱。他说他的儿子都是很独立的，他也做得很好，他也从来不贪钱。他说，请馆长你相信我，相信柯文哲，他一直哭。你知道那种电话接起来哦。我今天现在在外面哦，浑身汗，所以可以证明哦，心理会影响生理。知道我从头到脚啊，那种寒意啊都冒起来，都不热了。电话安慰完了，拿给他，我心里觉得好难过。虽然我不认识柯妈妈，我真的不认识她，我们见面都没见面过。接到这个电话，就是对馆长。就是我今天至少啦，我觉得我站在这边值了啦，我今天来这边是对的，至少柯妈妈说谢谢，你愿意为了柯文哲站这里。我说六文笑脸那个饼啊，你千万不要再哭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哭声已经哭到，你知道大家都哭过嘛，老人家，你知道那个真的对身体很不好，哦，听电话那边哭到已经真的很严重了。你知道吗？那个讲话都讲不清楚了，那我就很难过，因为谁没有妈妈？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